过记得这段演出的，这是回南五集古年牵动圆心的泥都甲舞顶感动人心的演出内容。今年回南五集演出办理着关注民甲舞这期艺术人才培训计划，十月十四号将伊着回到原来蓝自我新古板的甲舞顶。回南五集每年申请的原住民甲舞培训计划的经费，同时嘛维持一年一遍的舞蹈的形式，并且正确传达着台湾原住民族的多元族群文化。今年的展演内容包含着三大族的这个舞，并且包含着跨族群的古调吟唱、部落生活歌谣甲祭典甲舞的呈现。回南五集这次的成果展演在归仁的文化中心，然后是在十月十四号的晚上七点开始入场。然后这次的展演的内容有排湾族、鲁凯族及阿美族群的一些乐舞，希望台南市民们可以踊跃来观赏。回到原来蓝自我新的甲舞展，在十四号暗时七点，伫桂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要登场。即个起伫桂林文化中心甲安平扎哈姆分区免费开放来索取着门票，欢迎乡亲踊跃前往来欣赏。蓝天新闻，但是请新娘采访报道。